是今天正方的论点。正方今天告诉我们说，由于能有客观的指标，但是脸可能会有理性。那我方就进一步攻防，告诉大家说，其实能本身很多的政策，比方说核四的案件好了，它的政策其实牵涉到的地方非常，牵涉到的地方非常广，各部会共同执行，甚至是很多的，就是很多的政权不断转移的时候，其实它的职责也是更难划分的。首先，这职责更难划分、更难就责这件事情，对方没有进一步的攻防，甚至是我们告诉大家说，对于廉本身它有强制力的规则，可是能本身顶多就是只要负上政治责任，甚至是在负政治责任的时候，官员只会说这是民主的代价，我根本就不需要负责来掩饰他的责任，所以都没有在这部分其实并没有比较出到底廉跟能最后在监督机制上面谁比较好。回来看我方论点，我方今天告诉大家，在采购法的例子，但他方一直告诉我们说，因为有底标跟最低标的差距不大，然后所以以最低标好像也不最低标好像也是不会产生太大的损害，但要注意哦，这件事情只证明了这个底标不够更就不够高，所以对于底标的追求或是底标要往上移这件事情，其实本身是对效能的追求。但是我们来看现况底下，其实当初的原本必要要用含，就是必要的一定要用最底标的含是已经废止了。可是现况底下，为什么公务员人员97.8%还是用最底标的方式？就是因为当压低价格，可以让他们避免他们可能会遭到被冠上就是采购法或者是土地税的风险，就等等的风险，它都会压低他们在于他们贪污的风险。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对他们来说的心态就是，我只要我最好就是不我最好就是用最低的风险去实行这些政策，或是用这些工程，最后造成什么公共工程的品质低落，造成的就公共工程的品质低落，淘金跑道盖不出来，或是金门大桥的利益都在显示了这些公共工程都是相当低落的。都没有对于这里的，都没有说这些的连接的设立是为了防止贪污在情形的产生，但都没有有没有比较，就是这贪污情形产生可能会造成的后续的结果。可在对方没有在这里并没有比较到对于这些连接的法规对于公共工程造成的损害，这里对方没有是没有进一步比较的，甚至是这个程度对方没有也没有进一步论证。往下看，现况底下公务人员在受制于现况下过于繁琐的法规造成的心态，就是我方刚告诉大家的，他们会有一种不做最好是不做不做，他们害怕被扣上图利罪的帽子，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开始透过开始有一些很保守的心态。这些保守心态造成的结果是什么？是比方说我们在就是政府在科拨给传统产业的一些经费的时候，明明有4500亿的专案融资专案可以让他们贷款，可最后是贷出什么？最后只有贷出了将近只有甚至是低于30%的结果，就是因为他们害怕被扣上土地罪的帽子。在传统产业就是这个样子。比方说我刚刚举的 IC 产业，其实现况底下我们有好的新药研发跟医材的科技的能力，我们原本也是跟韩国在亚洲市场我们跟韩国并肩的，可是现况底下韩国在电子跟生技产业已经多方的超越台湾了。为什么？我们来看韩国政府做了什么。他们是大力的鼓励投资，而不是像现况底下台湾的政府透过很多的防弊措施去种种限制我们的生技产业的例子，太阳能产业的例子也是一样。现况底下各国政府都是透过扶植产业，可是台湾对于太阳能产业则是用法规去绑死他们，让他们无法前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是现况下政府很多上不管在经济上面的政策，传统产业 IC 产业都受制于现况下的所有的连接的法规繁琐，对方没有告诉我，对方没有最后的攻防是什么？是他们认为有可能，就是当我们放宽法规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贪污的问题。但我方也告诉大家，我方从德国的5000多道法令松绑的这个例子去论证到是什么？是更多的法规，其实我方也不是说它完全没有用处，但是我方告诉大家，它可能它造成了什么？是边际效益递减，是它没有办法，是它只能做到更多的限制。请正方二辩上台咨询。
确认一次，会跟方觉得方面好像的疑虑不太一样。可是方现在意思其实是说，现况下面我们需要发展产业，所以需要很多的投资，或者需要很多的有能的政策，所以来判断说现况这个冲突情况下面，应该要更往人走，更松绑法规，对不对？对对。第一遍的时候，我方就论证了，对于就是因为这些连接的繁琐法规，对，所以其实这些没有，这只是现况下面的，只是现况下面的受阻。然后你讲这些现况，重点是您方怎么评价说，就是有一些受阻或您方觉得有些问题都只是现况而已。重点是您方是觉得现况下面需要更多投资，所以能需要更多，所以要避免这种哦，避免这种情况，但是您方觉得应该要更往能走走的那种，没错吧？嗯，对啊。所以好，那我再跟您方确认，您方刚刚讲说要我方比较说。不能的情况下面，不严的情况下面会有贪污的问题，不能的情况下面又不能也会有这个，就贪污的问题，就是两边都会有心态。那女方有比较是可以，嗯，就女方有方比较说哪个心态比较大，女方刚刚或者是女方说的连接会下降，如果没有比较造成的损害，好，就是或者是程度，女方要论证。对，我知道，在这我想知道，在这点上面会比较不出来，女方是拿什么做损益？如果是这里上面比较不出来哪一个结果更差，你方是怎么做准应付的？我方告诉你是现况底下连接的法，连接的种种法规造成的公共工程的品质低落。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用这些法规，也有可能造成公共品质低落，因为它会用它。对，所以我方说这里对这种是要比较，但我们要看是现况底下对于这些法规造成的，就是造成公造成整个行政官员的对，我知道，你不用重复这个话，我知道。对。我马上继续往下讲，就是最后造成我国的产业受阻。受阻。对。那如果他都对是一样，如果他都去投标给，他都把钱给那些奇怪的厂商，或是贪污厂商，也会造成受阻。对。所以重点是，还是回到这个比较，还是回到这个比较上面，只是因为正方是现况嘛，所以你方觉得会有这个 BI 的重点，我要只是因为回的，对，我知道，你只是说现，你因为你方想要在政策上面往那个方向走，那你方只是说，因为现况下面有些贪污做麻痹的比较多，会不会有这个问题？那重点是，你方还是要回头，重点还是你方要回过头来比较最开始的问题，就是说贪污造成的效率不彰，跟不能的跟严法规的严谨才效率不彰，你还不严重跟你方比较？对，那我想确认你方有没有比较，有没有比较？不连的，我方的比较是建立在就是。我方的比较是建立在后续对于产业发展受阻的影响。对对对对，后续影响，后续影响。我方说个案，重点是前面。我方说个案上面公共工程的，就是公共工程。对对。你看，会有可能公共工程包给那些很大的厂商，我方说个案上面比较不出来，对看产业整体受阻的状况。什么意思？对，我方说你要单独在一个个案上面，就是我方说的。你解释一下这完整逻辑吗？我刚刚你方逻辑有点错。因为它造成整个，就我方刚一直不断的陈述是，他们现在的心态都是因为他们就最好不要做事，就不给他钱，就是公务人员的心态就最好不要做事，对，不给他钱，所以最后他们在很多的行政决策上面，就是让产业就让很多的产业都没有办法因此而进步，或是跟上国际竞争的脚步。你说他怕事，然后为什么会就跟不上脚步？对比方说。比方说太阳能产业，台湾政府都害怕被冠上土地税，所以不给他钱。原因就不给他钱吗？我想确认这件事情。对，就是。那如果你都给，你都给多少？那一样啊，你都给其他的很烂的。所以这在女方论证啊，女方有论证这件事情吗？那现况就没有发生，就是现况下有这些法规是没有发生，然后我往下确认。我方告诉你，透过论证德国法规的松绑，并没有出现同样的情况。我们先确认这件事情。先确认这。是如果说双方比较不出来哪个情况更差，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在比较对他们的严谨情况下，至少没省那些钱，对不对？不会因为不会有不必要的支出，因为你方说我们会有比较原因，是因为我们太省钱了，所以我们对我们预算给的比较低，就是采用最低标准太省钱了，所以这个状况会有差，会比较差。而你方讲你方也会有可能做不好的问题，但重点是我方至少可以省下那些预算，不会被乱开出去，没错吧？可是你方也不能否认的事情是那些厂商如果他们就像我方说的，他们如果运用在比方说 IC 产业或者太阳能产业，对，我知道，用错也用对，用错也用，我知道，但是用错，用错就给错厂商，是不是会浪费？这些程度没有必要，谢谢大家。这段比赛在此告一段落，主席宣布将于零下三分钟后由反方先行作结。
我们就说到现在台湾即便拥有技术的优势，在几年之后如果没有政府支持的挹注，也会被他们超越。所以目前这些产业也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我们认为在我方这边举证，不管是现况才需要政府的帮助，而这个需要不仅仅是一种需求，而是一种急迫性的需求的情况下，他们又没有告诉大家说，现在台湾再不领一点会怎么样？会倒吗？还是会面临什么样的危机？他们没有说。最后认为，反方行说这个世界底下，对于能的需求的急迫性是比别的需求的急迫性还要来更高，所以他们完全帮水比较。就我们谈一件事情很简单，反方不是要恐吓大家说讲一堆产业，然后说很多它发展不好，所以要恐吓大家说这件事情很糟。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事情什么，就是所有关我们讲的太阳能产业、生技产业、传统产业、高新产业，实际上都是大多数各个是身头小民，或是各甚至各位爸爸妈妈在从事的产业。而这些产业面临到发展的问题的时候，它不仅仅是经济数字上面的跳动，它不仅新闻在抬头在上面报，像那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各个产业面临危机裁员的时候，可能有更多的人、更多的中产阶级，他们爸爸没有收入的时候，没有过得好的生活，可能即便是我们也发现了。更底层的需要人家救助的那群人，生活发生更大困难，因为什么？因为国家整体经济产业的发展面临问题的时候，没有人有多余的钱去帮助那些最底层的人。所以，我方谈的这件事情不是数字的跳动，或者讲一堆产业恐吓大家，是实际上面反方的确看到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有很多人面临生存上面的问题，不是金钱上面的问题，是他们连下一餐在哪里都找不到了。所以我方讲事情很简单啦，在我们看到目前的产业发展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政府应该有大破大立的精神，用这个急迫性的需求，把现况之下，把我方承认会有贪污的问题，这些我方都承认。但是我们政府因为面临这么危机的情况底下，我们应该大破大立松绑法规，然后让政府台湾的这个产业有进步迈进的空间，才能让我们整体的经济或人民的生活维持基本的福祉跟福利。谢谢各位。请正方解辩上台作结。我为了可以
问题，我做错一件事情，我终身俸可能就会减少，我的这个我终身俸可能就会减少，我铁饭碗就可能会不保，这是公务员保守心态嘛？那上面没有这个逻辑，那公务人员的这些会造成保守心态的这些，他们都同意都要废掉，那他的终身俸，他的这些这个是不是也通通都要废掉？为了防止他的保守心态呢？也根本不可能这样。好，最后来讨论就是到底不能跟不连哪一个是更难认定的？不要表说不能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很难认定的，原因是他们举了合适的例子，我慢慢承认合适可能比较可能来衡量，但重点是能这件事情是一个结果，我们很多东西还是可以拿数据去看的，例如说失业率有没有下降，贫富差距有没有下降，能这个东西是一个结果，有些政策可能比较难衡量它的能，但是有些政策可以很轻易的就衡量它的能吧，例如说性别平等教育法，例如说家暴防治法，这些东西你都没有可能跟我讲说啊这个政策做了，我不确定它是不是能，这种有些政策我们就是很能够很轻易的去判断它就是能，何况你有非常多指标，失业率或者是 GDP 或者是贫富差距等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做政府衡量能的指标，更重要的是政府衡量能的指标是公开的资讯，我们大家的取得方式都很容易，所以现在有非常多的人都在监督政府，包括媒体，然后政府自己的考绩法、立法委员、公都盟，甚至我们在打辩论的也都在监督政府，而这些资讯也都是我们可以轻松去取得的，我只要去查主计处，我只要去查政府公开资讯就可以查到，但是连是什么？连是一个过程，连是政府行政的过程，不连可以很轻易的被隐藏，原因是那些公务人员他们是所谓的白领犯罪，我对于这方面的知识背景都比较好，我要隐藏这件事情就是比较容易，再加上贪污的隐匿性就是比较高，更重要的是连是一个行政的过程，我们人民本来就很不可能看到行政的过程，事实上行政过程也不可能都给你看到，所以连这件事情比较容易被隐藏，能这件事情可以被判断，谢谢。
面你连的不可能性就你不连的可能性就一定会提高，因为你到达一定的关阶之后，你可能拿到一定的薪资，你可能社会地位也有一定的时候，你要面临你不连而要背负的那个成本其实是相当高的，而你现在已经过得很优渥的生活了，所以你这个时候就会选择就是过着这个优渥生活，然后不要去谈离。那所以这个时候反正方说法就不成立。可是我觉得你们没有去形塑出来说到底为什么，你们的那个世界在。你们比较讨论在台湾啦，就比如说在台湾的世界底下，作为一个台湾的高官，为什么他们的，比如说你们在想要怎样讲薪资，为什么他们薪资就到了你们所谓的那个一定的程度，而致使他们就比较能够去抵抗那个不廉的，那个致使他们比较能够去抵抗诱惑啊，讲这个好吧，就抵抗诱惑呢？我觉得你们没有去形塑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工厂虽然有，但是它的程度销售程度很小，好，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单品上面正方最后还是有得证，即便有经过销售，好。那接下来讲监督这个工坊，我觉得监督这一整大块正方就是完全爆炸了。那这个爆炸很简单，就是工坊出现在反二学弟身上，你们就是去直接提了两个东西要反正方做比较。那这个比较点就是正方你们原本的东西很简单，就是你们讲，因为第一连有客观的标准可以能比较有客观的标准可以去评价它，可连比较没有。好，其二的事情是你们觉得连比较有评。我们用隐匿性，就是我们在讲他们那个隐匿性那种隐匿性。然后，可是因为呢，你在施政的时候，你比较容易，比较需要跟人民沟通，去做施政上的沟通，或是你就是要公布一些数据啊，或是政策方针啊，所以你必然的会跟人民沟通的情况底下，你就比较容易被戳破、被识破，就是啊，你这草包这样子。好，那可是往下继续讨论呢，就是反二学弟举的那两个工坊，就是他们想要去试图叫你们做比较，说为什么在这个情况底下，连还是比人容易监督呢？那两个工坊其一就是。容不容易规则的问题，就在不能的情况底下，其实你也很难规则它，因为重大的公共政策通常都是跨部会甚至是府际之间的关系的，比如说它可能也会牵涉到中央跟地方，不只是跨中央部会，可能甚至是中央跟地方政府要互相合作，这个时候你很难去规则于它，规则到底这个政策做不好是地方政府错还是中央政府错呢？这时候其实你也不是从监督起。第二个东西就是讲有没有强制力的问题，就是虽然大家都在，这是结果论而言啊，就是大家都在说，你虽然连可能很难抓，可是你连一旦抓了，你抓到了就一定可以把它扯下来。可你虽然说能很好抓，可是就结果论上而言，你虽然知道它不能，可你有拿它束手无策，它就继续待在那边，继续不能下去了，就像连政刘正宏一样之类的。所以就结果论上而言，他们觉得监督就监督的结果上而言，其实正方还更需要进一步做比较。可对我来说，正方自始在最后都没有进行这个部分的比较，完全没有去解释这两个工坊跟你们原始的论点去做比较。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在监督机制这个面向上面，正方是完全没有最后是没有做出成功的比较的。所以你们的这块的论点就是不成立。好，那再讲这反方的部分，我觉得反方的部分就是你们觉得太，我不知道是不是策略还是反正就是你们举了很多的例子，然后很多个有土地罪啊，或者是南机场啊，故宫南苑啊，桃园机场之类的，然后导致我正方就抓捕南机场的夜市，好，然后就是他们就我饿了，好不起，总之你们举了很多的例子，然后正方就突然抓着这些例子不放，可是我觉得正方这边有点失准，就是我觉得他们。土地罪啊，或者是举桃园机场，或者是故宫南，他们其实都是在举例而已，他们不是真的要用这个土地罪直接去论证说台湾现况底下的这个连或能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我来说，其实他们逻辑这个就是台湾现况底下的行政程序太繁杂了，所以导致效率非常低。那最后水平就是放在因为台湾现况底下已经做了。好棒哦！我觉得最后反二学弟其实你的申论，你的反二申论其实有想要讲的，就是你他们试图形塑出一个台湾其实现况底下行政程序繁杂，呈现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连已经做得超棒了，几乎至少放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时候我们要回过头来看台湾现况底下最需要什么，就是要投入钱给某一些产业，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政府不要再这么绑手绑脚的，我们就是要把钱给他们。那所以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这件事，前面这件事情，就是台湾到底现况底下的行政程序有没有这么繁杂，有没有真的做的繁杂到致使我们不能够接受，然后是你们可以理解吗？就是我觉得是要攻击那个行政程序到底繁杂在哪里。那这个最后正方有试图去做一些攻击或琢磨，但我觉得实在太少。前阶段一直抓着那个土地罪打，我觉得其实
没有什么必要，我自己会这么觉得啦。好，那反正我还是讲一下我对于反方的论点上面的讲解，就是首先在第一个部分就是其实没有点，就走一个论点。前阶段我对我来说，我把你们论点切割成两块，一块是你们在讲现况底下的这个过度的行政程序的繁杂，可能会造成的失态有哪些。那第二个部分，我把它切割成是因为现况底下的这个行政程序的繁杂，可能对于未来产业的影响，可能会造成的还有哪些。好，那讲第一块就是失态的部分，就是我认为的，就是主要就是讨论这个豆腐渣工程们，就比如说这个桃园机场跟故宫南院，他们要讲那个最低标，讲的其实就是现况底下，因为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法律的限制、法规的限制，所以导致现况底下有，我一开始听到的数据是90%，后来好像蹦出了97.8%，但总共就是超过90%的政府工程呢，他们都采用最低标。那采用最低标的情况底下呢，可能就会产生出这些豆腐渣工程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好，那反正方这边的攻防就是，你们觉得那个其实不是采最低标的问题。那个是底标设计的本来就太低的问题，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在反方最后一轮那个攻防，就是反方最后一轮那个攻防，我是可能会接受，就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意思就是说，就算即便如你所说，是现况底下底标设的比较低，然后我们才最低标嘛，这是政府线，这是工程，就是承包商的线，可是在这。即便如同正方所说，是底标设计的太低，我调，我们把底标提高好了。可是这个时候，如果还是有承包商，他就很想包这个案子，那他就继续把他的标设计在这最低，那一样还是会是那一个最低标的厂商，他去获得这个工程，那一样就还是会有那一个豆腐渣工程，比如说故宫南院或是桃园机场的出现。对我来说，攻防是展现这个不同性，所以我能够理解反方说的这个攻防。所以对我来说，正方那个一直去攻击那个底标，是不是底标设计的太低？我觉得是没有用的。好，那这个是在豆腐渣工程的部分。可是我觉得这个单就豆腐渣工程这个部分，我觉得反方有一个比较是没有做的，是最后正二决定去做的那个刷的那个比较，就是你抓比较点啊。我对我来说，我的理解就是在正方事件底下，他们的确你觉得他们攻防一些法规，那有一些个案，有一些公共工程，可能在这个因为松绑法规的关系，所以你们推论出来可能会有一些弊案的出现。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正方其实没有试图多做太多的挣扎。你们有意识的，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是有意识的，想要吞掉说，反正没关系，我们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会多出现一些弊案。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们要吞掉不行，可你们就自己也要做这个比较，就是为什么你们不要动，你们宁愿要你们宁愿要一个过程，就是宁愿要一个过程，你会有一些贪污弊案的发生，也不要一个豆腐渣工程的这个比较。我觉得这个比较在实案层面上面，反方学妹你在三辩生的时候去苛责正方没有做这个比较，你苛责正方没有做这个比较，其实对我来说反过来也是，我觉得其实反方自己也没有做这个比较。对，那最后在答辩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我没有听出来你有做比较，所以单就这个实害上面的这个单点，就是豆腐渣的工程这个单点上的比较呢，我自己是觉得正反双方都没有做出比较，那我觉得不利益会在反方承担，因为这是你们自己提出来的论点，这个是你们自己的论点，那你们自己没有做比较就是你们的问题。好，那往下讲，心态上面的问题，就是你们觉得啦，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我们不管怎么样，虽然可能会有一点，这个前面卡的一个前提就是你们在讲德国跟日本的那一个。这两个案例，那这两个案例对我来说，最后的攻防样态是长得这样子的，就是的确成如反方学弟最后自己在提炼出的，就是其实你们就是在提出一个案，两三个个案，最多到韩国，对，出现过的韩国，去说明说松绑法规这件事情不必然等于会有更多的贪污，虽然你们愿意承认可能会有更多贪污，可是大家要先注意，松绑法规不等于一定会出现很多的贪污哦。这个时候是反正方要负起举证责任，告诉大家为什么在松绑更多的法规，就会必然产生很多很多的弊案，很多很多不明的事情发生。这件事情是反方苛责于正方，要正方去论证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我说我觉得前阶段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去攻
低税比较没有用的原因，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你们可能最多只是让他们废除掉贪污治罪条例条文，可是在刑法本身本文里面，本文也本来就有一些跟与这些就是不廉的事情相关的一些法规，比如说，我记得有，因为贪污治罪条例是架空了那一个罪章，是渎职罪章，它是架空了渎职罪章，所以即便废除贪污治罪条例，渎职罪章还是在那里。所以一直攻单点的，一直去攻防单就土地罪这个法规，我觉得效果比较低落。比如说去攻防一些正行政程序上面的一些条文啊，问清楚他们到底有哪些，我觉得是更有用，因为让你们就可以接着往下讲说，一旦你松绑这些法规，这些法规没有了之后，那不廉的事情、不廉的样态到底会是哪些？这个也比较会好行诉一点点。好，所以最后对我来说，这个日本跟德国的个案啊，我觉得啊，的确成了反方哎正方攻防那样，就是你们是举出个案，你们没有办法贴，你们没有办法全面的说明，一旦松绑的法规，其实。我们的不廉的程度一定不会改变哦，我们还是一样会很廉洁的，你没办法全面的那样说明，可是你们至少有举出一些个案告诉大家其实不用那么担心，那即便有好了，那这个程度你们也觉得不会太大，如果很大的话你要是正方去做说明的，好，这边我都可以接受，所以对我来说往下去讲你们最后那个反方学弟最后想要做那个比较，就是在时间点上问题，就是在台湾现况底下的台湾，我们需要的就是某一些，比如说生，你们讲很多就是生地啊、传统产业啦、啊，我不知道那些还是不实用啊，因为听起来都是一些几年前发生过的事情，就我也不知道是它到底是不是台湾现况底下需要发展的产业。好，但总之呢，你们说的一部分是台湾现况底下需要发展的产业是的，那我就理解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比较就是。虽然可能的确有会有不廉的事情发生，或是你们松绑法规之后可能会有些不廉的情况发生，可是至少在台湾的现况底下，我们就是需要急迫的需要一笔钱投注在 A B C D E F G 产业当中，这是台湾现况底下急需要做的事情，它具有急迫性。所以最后，我自己的接受就是我接受反二学弟最后在即便说的那个说法，就是即便会有点错，可是在台湾现实现地的情况底下，你们觉得投法钱追求能？简单讲，就是在台湾现况底下，你们行诉法行径就是追求能在现在而言是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对我来说，理解就是这样。那最后，我就接受了最后反二学弟的这个说法啦。那所以，这就是我对于这场比赛的想法。那很显然一些，就是我认为学弟最后有做出那个急迫性的说法跟情境的描述，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的。所以我最后就把我一点，应该是整体架构，对整体架构分数看你的反方这样子。那这就是我这场比赛的讲解。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我台下我谢谢大家。谢谢学姐精彩讲评。接下来我们有请台湾大学的蔡晨佑学长为我们讲评。本身可能不是问题，因为我在让你在那边拖得太久，到主席进去两次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有点过分了。那对我个人来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提醒反二的学弟，在反一质询的时候，你主动递资料给台下，那扣分我是扣在反一身上啊。但是我觉得主要规则会留在反二，但我那一轮反正就是反一的时间段，就我只扣反一的分数。那我觉得大家都已经熟面孔，还做这种我觉得接近于技术违规的事情，不是很好。那主要提醒。在那以下进入论点讲题。进入论点讲题，首先告诉各位我看，反正这场比赛里面，基本上完成准一比较的人比较容易拿到这点分数。那如果没有完成准一比较的，我就会主动介入新政来判断这场比赛。那在这场比赛里面，正方论点比较简单一点点。在这场比赛里面，正方一开始的论点，我接收到的比较像是两个。那当然，在这场比赛里面，听起来反方把你们归类于同一个监督困难的大点之下，可是我觉得第一点的那个连结在短时间内比较容易改变，而能力比较不容易在短期内改变的这个论点本身，跟监督困难有没有这么直接的关系？我觉得其实很诡异。在这场比赛里面，反方在扣着正方的这个帽子线，接下来打的结论里面，本来你可以如果照你们的想法里面，当然在反二的那一轮申论，对于监督困难的这一轮说法，我可以接受。就像前面裁判讲，我觉得监督困难最终正方的确证不出来。可是，在这场比赛里面，因为反方对于正方论点的这个误解，
会让我在这场比赛里面很纠结，就是因为正方的那个容易改变跟不容易短期改变跟监督困难本身有没有这么强烈的连结？我觉得其实没有，所以如果没有的话，就会让你的那个监督困难本身没有办法合理的攻击到正方的第一块论点。OK， 所以在这场比赛里面，正方的第一块论点，我先讲的接受程度其实极低。一来是我觉得正方自己在这一块论点里面没有清楚的说明他跟题目的关系，这是这场比赛里面大家我觉得最荒谬的一件事情，就是无论正反方都一样，就是你们自己的论点或是判准本身跟这个题目本身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觉得高度的怀疑，非常高度的怀疑，就是容易改变跟不容易改变跟政府是年重于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诡异啊。二来是啊，我觉得在正二学弟的那一轮，正一学妹举的例子是沈瑞典，沈瑞典例子是从一个或者是从里长到一个包地方员之类的，从职位的改变来论证，那他可以获得的东西不太一样。可是正二学弟那一轮也是用位置啊，可是我觉得你的位置的改变跟这个东西容不容易在短期内有改变，我觉得怪怪的，就是你的职位的改变跟人的改变跟时间的改变这三件事情未必这么的一致，就是我当然可以理解在很多时候，例如说陈皮吹点这个例子里面，他当然随着时间的改变他的关联越做的越大，可是除了陈吹点之外的例子里面，我大部分时候不觉得人跟他的位置跟时间有这么密切的重叠，跟大家都是彼此往上的关系。那无所谓，因为在这一整块论点里面，反方的攻防方式也是从位置的改变会因此而导致薪水提升，然后哗哗哗哗哗，所以他的容易改变或者是他受到诱惑诸如此类的论证方法来攻击正方。那我只是提醒大家，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这个论点本身的存在一直都有问题。那反方的那一轮说法，我大概也听懂了，就是你的说法其实就是他随便了，反正薪水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反正我已经够有钱了，我就不太在乎钱。那也可以理解，只是在这场比赛里面，反方的这个攻防的确，他对正方有一定的削弱效应，我同意。可是我觉得在这场比赛里面，反方的这个逻辑跟正方的逻辑是没有直接的拆解关系的。我可以想象反方的这个逻辑在部分的人说明了一部分的人随着他的职位上升，随着他的薪水变多，他对于廉洁的抵抗能力可以有所提升。可是能不能够成功的说改变正方原本所说的那个判词，我觉得不行。OK， 懂我意思。所以对于正方第一块论点，我大致上接受，但是接受效率极低。第二块论点就是难以察觉跟容易发现的这件事情，我同意前一位的他的说法，我觉得在这件事情在反二的申论过程里面就几乎是完全爆炸的。那这个爆炸，正方学妹在结辩的时候有试图用一个结果跟过程的说法来包装，可是我觉得这个包装其实是没有效力的，因为反方的例子其实就是，即使今天从结果面来看，就是 GDP 上没有上升，或者是贫富差距拉大了，可是问题是在过程里面，我们不知道该归责于谁。就是的确我同意，就是 GDP 没有上升是个问题，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到底要归责于谁，是一个不确定的问号。那这个说法本身，也比较像是过程，我觉得正方用结果跟过程没有办法清楚的切割开来这个攻法，所以对于反方正方的第二块论点，我最终是没有接受，这是对于正方论点真的评价，就是剩下一块我觉得跟无关，但是最终仍然存在场上的论点。打过来谈反方，反方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议定稿本身没有很清楚的开标，那个没有清楚的开标是你的议定稿从什么过度追求连结开始。然后举了一些八八风灾啊，然后举税低标啊，然后说了一些保守跟消极的态度。可是那个东西听起来，在我在抄的过程里面啊，至少我觉得没有很容易归类反方的论点长成什么样子。我理解到的反方论点比较偏向于现况底下的点，我们做的太多，导致于有边际效益递减。那所以你觉得，那这是个问题吗？我自己觉得反方自己推的问题是后续的，那所以会因此而影响到我们在行政上的效率。你们觉得这个行政效率不彰，那因此有一些什么叫逃机不公这一类的工程类的，亦或是产业类的这一类的遗憾产生。OK， 那在这里就像前一位常常说的，我觉得图利本身是反方所举的例子，所以反义学弟你在那个当下也跟他说，对，我要废图利罪，也很古怪，就是我一度的打算要查看秩序册，看一下，就是裁判长没有表我偷换电梯，
那可是在这种比赛里面，如果其他人意识到变形不是我国因废除不利队的话，理论上来说，大家不应该在这个单点或这个小弟子上花这么多的时间，无论是正餐、直反，又反应最后再去指正餐，你们不断的在吵这个利，都让我觉得不是很对劲。那这个不是很对劲，会连带的影响各位的分数。那虽然大家也知道我们技巧分数不是很重要，不过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不要太过于去挣扎一些我自己觉得不重要的小点。那在这一类的论点里面，在反方这种论点的设计，理论上正方的攻防模式应该要长成更散的去攻防每一个论，你们要先去归类这反方的论点之后，去讨论它的那个论点底下有什么样的例子，是你可以举出反证，然后进而糊掉它的，就像这反方今天在你们自己第二块论点里面所做的事情一样。那在这场比赛里面呢、啊，我接收到的反方论点，我先把它归类于两种。一种是行政法规所造成的效能低落，这是其中一种。第二种我理解的是，你们在行政法规那边额外推出来的公务员的保守的消极的心态。OK， 这两种论点本身，理论上来说，你们想要推得。